们可能就用烧鸡的心。知唔知點解今日咩單邊袋啊？點解？因為留翻邊膊頭俾你。你今日嘅嘴好怪啊！我見到我就會笑，有笑啦。我哋絕交啦，因為我唔想再只係同你做朋友。我哋做敵人啦。你知唔知搭交通工具咧，企邊度最安全啊？即係坐低最安全。喺我身邊。其實你做戲都幾叻嘅喎，你成日都扮唔在乎我嘅。又是推的，是啊，可不可以站在你的右边啊？因为我想做你的 Mr. Right。 我心口很痛啊，因为你经常敲打我的心房。能啊，你自己有估到的。你又这么如果是花你就是蜜蜂，如果你是饭我就会是咖喱。我觉得你和 Blackpink 都挺像啊，因为我都想你 be into my area。你看到交通警察一提我啊，因为看到你的心跳超速了。我觉得春天就是你了，因为你就是春天。我之前不信神的，直到遇到你这个女神。你身上有一阵味啊，是要恋爱的味道。OK。你理解 happy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？开心。我想你都是不理解的了。因为你都冇同我一起过。你觉得呢套韩剧好唔好睇啊？好睇啊，好睇。我觉得唔好睇咯，我觉得佢剧情唔够浪漫，其他啲浪漫啲，譬如话我哋两个未来嘅恋情。养佢。大家可以 undescribe 佢。undescribe 。